主料：西洋菜150克，排骨一条。辅料：盐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排骨洗干净，焯一遍水，再洗好放砂锅，一次性加足够的水。煮开，转小火，煮至排骨汤飘香。西洋菜摘好，洗干净，放下砂锅，用筷子按下去，煮开就可以了。加盐调味，不要煮久了，因为砂锅关火还会继续煮一会的。烹饪技巧：西洋菜十分鲜嫩，不宜烹得过烂，既影响口感，又造成营养损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